起提醒有没错的就看出心的心来家做会一起来陪我会咱台湾啊有加入 WHO，有咖喱无咖喱有啥物差别啦？咱若有咖喱吼，即几冬全世界都会无代无志，死过六百万人，你讲对唔对啦？善有善啊，无恶有恶果。你若对我好，啊，事事拢轻巧。哦哦、我是吴淡如，咱大号拄着 WHO 秘书长谭德赛，随个包围调回，目前把握机会争取。You know this is a decision from member state。会前呢，建造活动强拄强，去拄着世界卫生大会秘书长谭德赛，大家就趁机会当面甲谭德赛来表达着台湾想要参加大会诉求。啊，谭德赛是来回应讲，这届在会员国的决定。不过谭德赛的讲法，予卫福部长谢瑞元甲反驳。根据大会技术规则，除了 WHO 会员国会当参加，两位以观察员的身份去，需要从干事邀请函。也就是讲，这个决定权不是会员国。卫福部长谢瑞元嘛，在记者会上驳回谭德赛讲法。事实上，在2009年到2016中间，我们也获邀来这一个。作为这个 WHA 的 observer， WHO 的干事长的邀请，并没有通过所有的会员的投票。如果台湾即马有加入吼，阿强啊，伊几当前要引领疫情就比较难嘛。所以台湾有加入无加入是关系过了百万人的性命。酒放得好浓，台湾夜市的特色小吃和游戏全搬到日内瓦，要让当地感受台湾的美好。现场还举办演唱会，歌手猪头皮和董事长乐团都到场助阵。You love Taiwan，争取台湾参与 WHA， 民间三个团体前往当地声援。瑞士台商会也举办台湾创意馆展览。卫福部长薛瑞元下飞机第一站就来这里。